呢一場係 A 六十嘅賽事，南甲東龍仲林，紅甲樂華徐信恩，好高飛成喎、啊！呢兩個咪算打得有少少少打得打少距離咯。大鑊！暫時仲係零比零比數，一埋身真係真係 break 喎，最出驚佢都照彎你啊嘛！理論上就是不准出的，但今年都是大連都是被推出。我那裡也有這隻眼鏡，我那裡也有這隻眼鏡，對，只是我最多的眼鏡。現在的比數是紅一藍零，请所有运动员留意，蓝二红一，蓝二红一。
男二，有冇讲边个系边间馆啊？我一开始有讲，唔记得嗰啲都讲吓。抹咗分，红二男二。可以啊，而家抹分咧？系咯，点样抹分咧？头先长工裁判系最大嘅。警察咁样做噶，点抹分啫？佢一系停咗，佢就继续踢。呢場好似係東龍對樂華咁。係啊係啊，東龍對樂華嗰邊東龍我認識㗎，袁永忠呢邊樂華我都認識㗎 ，PK 姐，係錄咗。你居然講出口，我真係呆咗啦！你體諒下我錄得咁辛苦嘅。你嗰段唔錄咗佢係啊！比賽完結，在分牌上面的分數是二比二的。唔會的呢度又唔係歐冠，要寫分評定。判定男性。